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喂，干，都已经要变冬了。慢点，慢点。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我帅气登场的模样了。有吗？大家为了应付台湾这个烂路，您都会想要改个避震器，对不对？增加我的舒适性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你的手机其实也是需要避震器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来介绍我们这一款史上最紧绷的黑准手机架，它就是号称什么地方都可以夹，只要你够硬的地方就可以夹。你看今天把我夹在我在跑车上面，帅吧？那今天很特别的是这一款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是我们最新的磁浮式手机架。为什么它要装这个东西呢？它这个地方其实是会震动的。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手机啊，动辄就是三四万、四五万哦，像我这一只好像3000多块而已吧，哦。你在唬啊？现在都会有光学手震，简单的说就是你在拍影片的时候，你如果中风了，你老了，还它都不会让你有手震的感觉。知道为什么我手会这么抖吗？因为很冷，很冷。那它这个功能呢，其实是它手机里面一个机构。你如果说我们在骑乘摩托车的时候，你的震动如果太大，它其实是很容易把那个机构弄坏的，就会有这组手机架的避震器的产生。它是目前全台湾第一款手机架是有避震器的，它的价格小嘎腾口，只要装了这款手机架就会跟我一样帅。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安全帽吗？哦，刚买的啦，因为教室他比较有钱啊，我没有钱。求干爹。他带阿赖拍片，我然后骑阿万拍片，我只能带瓜皮拍片。今天呢，在这里非常恳求的各位，拜托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。我已经穷到只剩下这一顶帽子了，跟这台推车代步了。拜托订阅我一下好不好？我的 YouTube 频道好不好？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，拜托拜托，好吧，兄弟，嘿，刚下班啊。今天就赚200块，500块，因为伊嫌咱的车歹，所以涨100。嘿，啊无我阁歹，袂使啦，我100你50啦，我拄仔讲讲足侪话，行啊，来转啊，行。好啦好啦好啦。